还有一位同学要自我介绍。我是29届徐聪国的学弟，3届文书小波。休息一段时间，3:10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开始下半场的表演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在进出门的时候呢，要从我们面对舞台右手边的门进出，然后外面有纪念品。要上洗手间的可以跟着路卡洗手，注意不要踩到封锁区域，然后从上面的走道进出。好，谢谢。